题目哈，101题这个模拟乐透彩。那当然哈，我刚刚讲过几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乱数产生哈。那这边当然需要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，那不可以重复，不可重复稍微复杂一点。我们第一阶段先暂时哈不考虑啊，等一下再把这个重复部分再加上去。号码介于01到42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号码只能够最多到42号哈。然后如果是这个个位数字要加零补上零哈。那当然方法很多啦，我提供给各位哈一些比较简单的解法哈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我们做出来直接跑执行出来的话哈，比如执行出来在这里，执行出来之后的话哈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乱数。那基本上哈，当然这个地方是还没有考虑到是否重复，不过基本上的架构跟那个前面我们讲的阵列基本上是相关，因为我们要跑出七个号码。啊，七个号码，那七个号码的话呢，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什么？要暂时存放这个七个号码的位置，我可以用什么呢？我可以宣告一个这个阵列的变数，然后另一个什么呢？它的长度为多少？七嘛，因为我要放七个号码，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哦，宣告一个 i， 这个 i 的话呢，哦，也是。跑这个回圈哈，那回圈的部分的话呢，初始值从零开始，然后呢，因为要跑零，总共跑七次哈，所以这边的话呢哈，当这个 i 小于等于六哈，等于是0 1 2 3 4 5 6，总共七次会跑七个号码，好，那用步进的方式，那再来的话，我要乱数产生，我可以1到42号，那我前面讲过就是这地方哈，它的值一定42的话呢。最大不可能42是41，然后把小数点去掉之后的话，就是41嘛，0到41。那0到41如果再加1的话，等于就是1到42，刚好是我们要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乱数之后呢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把它放到这里面来，放进来。那因为第一次是0，所以我们的阵列索引是0开始，所以0、1、2、3、4，因为跑到多少？跑到6嘛。所以就会产生七个号码，也就是1到42，应该没问题吧，丢进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丢进去之后会几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它是特别号，第一号、第二号、第六号到第七号不能是第七号，是这样的特别号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输出结果的地方会需要两个判断。一个判断什么呢？如果呢 ,i 小于6的话，就是0、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前六个号码它是输出的话是第几号，那因为几号是 i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 i 是0开始，所以这边再加一，第几个号码。那反之的话，因为它到6的话，如果呢它这个值它等于6的时候呢，那就会怎么样 跑到这边，所以输出是特别号而不是第几号。再来呢，如果我今天呢要让它前面补上0的话，那有 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如果它这个里面的值怎么样呢？小于10，也就是说如果是个位数的意思啦，个位数一定是1到9而已。如果1到9的话，那我把它当什么？当自串来处理。也就是输出的时候呢，在前面加上一个0，好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一个里面的值，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当然取巧啦，如果是你比较正规的做法，就是你可以用什么？用 decimal format， 前面有讲过，或者有一个叫 string format， 也可以做格式化。那就是当它是小于9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前面补上0。所以直接执行之后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假如说像这个9有没有输出之后呢，就会自动补一个0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理论上会有重复，有没有？重复有没有？第6号跟第7号重复。所以呢，要解决重复的问题啊，这个部分还要再撰写。那请各位哈，先撰写一个可能有重复的。那因为要判断是否重复，稍微复杂一些些。那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，方法很多啦，你说等于是产生一个之后，那你还要再跟，如果第一次不用比嘛，对不对哈？那第二次的话就要跟第一次比，第三次就要跟前两次，以此类推。那你要跑出一个像这样的回圈判断。
啊，等到有重复，那就再怎么样呢？再跑一次看看，哎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重复的 ？OK， 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哈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